跟黄市长在当地委员这边把它争取变成这样一个自行车步道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做我们生态的呼吁，做环境教育。所以我们前面那一段呢，就是种广大树。对对对，等快到了，快到了哈。对，我们来欢迎市长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分两边，大概自动分成两边，因为市长等一下马上就。妈妈也要拍一下写真集，帮妈妈拍写真集。不能弄了，有一个咖啡吗？会啊。有看过吗？有。看过吗？我们有看过一次。真的。有看过两次。啊，这就看过。哇，那你今天要不要算有几只？好。你刚刚有看到了几只吗？在这边。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们指指看，坐坐看。你妈有发现吗？没有。有，在上面有一只。那边。繁衍的时期，所以不要去打扰它。可不可以把它带回家？不行。不要带回家，因为让它要有好的环境，爱它就不要去打扰它，对不对？因为独角仙一定要有一个最干净的环境，它才能够生活下来。这个地方以前是旧的铁道，那因为里长跟社区里面他们很用心，所以我们把它开铺为脚踏车道。在脚踏车道以后，旁边。那就开始造蛹，造蛹了以后，我们的光蜡树开花了以后，慢慢的看气候，如果下了一场大雨，独角仙都浮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造蛹的时候，它旁边整个那个它打架，它转过来就会打架了。土比较软化了，它才可以飞出来。我好意思过来接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珍惜它。你能演的话，等一下，来。只要光蜡树上，好，光蜡树上都能够寻找到独角仙哦。你看上面都有哈，上面都有哈，不止哈，在树头上面树株都有哈，请大家注意看哈，树株都有哈。要注意一点，所以这非常的多，那整个都是几乎都是满满的啊。这个这一棵我们把它称作是人气王。哦，这是我们最多。你有看到吗？这一棵特别，因为开花特别好。你有看到，都是哦，连地上都是。因为它的汁液最甜，所以它最喜欢。连下面，下面也很多。下面这是我们用。那个已经死掉了。这是凤梨皮、西瓜皮，处理它，就让它吃。还有莲雾。对对对，它喜欢吃水果。腐烂的水果，对，所以这个都是有，就是要要来腐烂。再见了，啊，但是你要好的没起来哇，大只的鱼，无迄个环境吼，起来哇啦。哇，那只是你的。小朋友，你不要拿那个独角仙，你不要拿，小朋友放，哎，放着就好了啊，哎，拍拍这一只就好了。杨乐看前面，杨乐看前面，杨乐看前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坐下来，好。好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好。好，我是大威，谢谢，谢谢，看前面。你打到人家了，真是好，谢谢。在干什么呀？杨乐笑笑。